我的衣服呢？只要顾好你的新女友就可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新女友很特别？跟她交往过的男朋友都不会超过三个月。希望你能够破这个记录喽。对啊，她就是我的新女友，而且我会用我的生命好好的去照顾她，去呵护她，去经营这段感情。我们之间的交往肯定会超过三个月。怕什么？干嘛不敢接啊？只要笑一笑，没有什么事情过不了。喂，哥，你干嘛现在打来？你破坏气氛啊！怎么样，被甩了吧？甩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超级顺利嘞！有人要当意大利面超人喽！好啊，想看我当意大利面超人，就把他带回来嘛！大家都在等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今天可能不行哦，我今天可能不会回家睡觉了耶，因为我们要去六星级饭店吃饭啊，还可能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，所以你跟妈妈说我今天可能不回家咯，哈，就这样咯，拜拜，不要吵我们，很忙，拜拜拜拜拜。喂喂，等一下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，话都讲了，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反正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要走了。喂，喂，你可不可以收留我一个晚上啊？拜托了，求求你。上去吧。这就是他家啊。会不会太气派了一点了？难道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啊？你要不要上来啊？快点。哦。进来吧。林姐。哎，少爷回来啦。哇，你家好大哦。这位是？他是我的朋友。哎，不要让爸爸知道。是。借我放一下。嗯。少爷，老爷夫人他们回来嘞！快上去！哦，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包包，赶快上去！夫人，老爷。哎，宝贝，你回来啦！爸妈。宝贝儿，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妈妈今天去参加了你的新歌发表会了。你有去啊？嗯，我跟你讲，很成功，非常非常的好哦。夫人，国会的那些职工妈妈们不是都急着要少爷的签名照吗？哦，对哦，我都忘了，我已经选了好多张照片了。你在这边等着，不能走哦。好。哈。嗯，快点哦。好。少爷那边啊，那边有的，不要看了，这边。哦，抱歉，抱歉。宝贝呀，哎，宝贝呀，哎，这里。啊，来，在这儿，来来来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里呢是我们少爷的房间，你先待一下，不要乱跑，少爷马上上来哈。对了，少爷的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哦，不可以乱动，知不知道？
我真的来到何议长的家，哎，那家伙不会真的是大明星吧？2006年全国女性最想拥吻的对象，何群。不是有交代不要乱碰我的东西吗？哦，对不起哦。把这整理一下，我下去吃饭。穿你的衣服啊？穿不穿随便。寄给你照片，看了没？说不出话来了。何群他到底是谁？你们交往多久了？你有事情不要瞒着我，我是你的经纪人啊，你一定要对我诚实。给我一个说法，让我知道明天怎么样去应付记者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跟这个女孩没有关系。这件事纯属意外啊。至于明天要怎么跟记者说，我只能说我无话可说。我明天早到你家，一起想办法。OK 啊。怎么了？哦，刚刚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刚刚我看到有蟑螂飞过，然后我就啊，是这样吧？哦，哎，早点睡哦。晚安。